帮我举个手。好，谢谢大家。第二件事情只有三个字，就是不摸鼠。第二件事情，等一下从保民室之后，一直到中途，我们中间都没有洗手间。你如果拖队的话，拖到队伍的时间，你就害别人晚一点去上洗手间。了解我意思哈？个字啊，就是注意身体。今天天气会非常热，啊，所以呢，其实要随时注意身体的状况。但是同时也会请保持。那最后呢，有一件事情跟大家好。这个部分呢，不是因为你不耗掉资源，而是我们要感谢你们减轻工作人员的负担。所以只要有这样的人，下次活动可以优先报名，好不好？那最后呢，我想在教室的两位老师之前呢，今天有我们有学校有两位长官哈，特别来关心我们的活动哈，还有注重大家的安全。那首先我们基金会蔡月龙董事长在，很想帮你们找大家好。还有我们蔡叔跟蔡校长在这边。那最后呢，还是要我们要特别哈，谢谢我们今天辛苦的老师跟助教哈，包括我们李正仁老师，还有如山大哥，他的助教是如山大哥。来，李正仁老师，如山大哥在哪边？后面。好。然后还有这边是陈坤忠老师，我们黑龙老师，还有是水木大哥，对不对？水木大哥。那边，好，那我想今天特别要谢谢几位老师，我在把他们沟通交给他们之前，然后呢，我们给大家再热烈鼓掌，然后最后呢，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，然后很快乐愉快的回到我们的目的地，然后呢，要特别谢谢各位辛苦的工作人员，所以请一定要务必跟他们说，好，我再次掌声谢谢两位辛苦的老师。对，确实范围又更小一点。那那个人机的趋势哈，以我现在眼光来看是都有很大的问题啊，就是可能有它很多限制。那我是来这边交付以后，来了这边我再证实了一下，速度还是有点多，但是跟实际生活的体验不一样，当然可以碰到。暖暖气啊！那这个红杉山脉啊，它路径很多，因为人家说它像基隆的阳明山。因为要再看前面的人啊。啊，老师你大小眼，不是的，因为前面的人哦，比较有名的啊。他报纸啊，还是地方都会有记录的。啊，不然的话，陈坤忠谁知道？啊，我们社越美社大校长是谁？蔡校长，大家都知道啊、哦。所以一般我们地方研究者，我们都很喜欢看碑，然后我们会看最前面那几个，因为他基本上在以前那种时代都是地方的头人呐、啊，可能对政治。对地方很有帮助，或是很有钱，他可能会捐赠很多东西，然后报纸啊，或者地方老百姓，啊某某人啊谁我知道，他、啊、可能做什么善事，他的故事就会留下来比较多。啊，有时候是产业，就是这个地方可能开个公司，啊可能对这个庙啊，他都会赞助，他、啊、就会写上去。那产业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，因为他对这个地方帮助很大，就提供他的什么工作机会。他会做这么连挡土墙一起做是蛮奇怪的，那因为当年都没有人记录，没有人踏查，所以到我们这一代都不想他怎么来的。那不过是怀疑说他在侵华战争的时候，可能这边是一个据点，清军那时候跟法军在攻占的时候，暖暖那边住了很多大军，可能是正规的，可能是团练的，团练就是我自己有钱去招募过来的，这些人的军纪就是很大的问题，啊，所以我们在猜想，就是那个时候，就是不断的消耗你的体力，
去做公示。国小，这边进来拍照，这边拍照。那目前我们大概都已经找出来了，啊，有几尊是没有找到，可能被他拿去收藏还是敲掉，借着礼佛去修行啊、祈愿啊，或是还愿。看一下它的风格，真的是跟汉式的不一样，甚至跟西藏的那种我们藏传那个佛像也都不太一样。我们请他夜的时候帮我用我们 GoPro 拍个照。尽量跟自然和平相处啦。以前你们上讲白一点，拍谁哦？以前你们上一代人为了生活可能经过发斗，坦白讲，我认为是这样。但到我们这一代，到甚至下一代啊，尽量跟大自然和平一点，因为你不欠吃的，吃的你不够了啦，所以那些小生物啊，你尽量保护它，不要随便杀生，不然像我已经开始，我今天可能话讲最多了，因为我已经好几年都没有讲话了，痛快，没有舞台了啦，不讲给谁听、啊？你今天就尽量讲，尽量讲就对了，教师魂，对，教师魂要起来了。没人听我讲话啊，所以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讲话。那其实不讲话对老人家是很大的伤害，因为我们听到很多故事都不太妙，所以我们大家出来交流经验交换。所以这算是一个课题啦，哦，下面是永恒，那边是金宝塔，啊，一样，我们都是提出个问题，哦，没有解答，因为我不是神，我没办法解答，我知道大家观察到有这种问题，原来这是上古在这个南龙公墓上古最也是日本时代，他要把基隆市区要整治，所以有些无主孤坟啊，房顶弄不完啊，那么下架去，就是汉人的坟墓是乱盖的，有地方有空地有山壁就盖，没有规划。但日本人把现代的观念带进来，土地要规划，住的跟用的都要分开，所以他就把基隆市区很多坟墓祖先移到这边来。还有金平跟平平，当然还是没有规划，因为是汉人习惯。大家有看到五个基隆哈？有哈，有看到我的基隆。现在多一个了，基隆帅大。那边是东明寺嘛？是哦，很好很好，很会接。对对对。外面有遥控器，知道吗？有。今天应该可以看得清，蛮热的。可以啊。哦，小心啊！这是日式的，那我是要强调。过去已经过去，我们要吸取教训，我们不可以永远这边仇恨在里面。啊，只是说不要再犯了，不要在别的国家统治我们，我们自己台湾人自己管自己就好。我的观念是这样。然后我们家这边的时候，我其实都不好怕你们家，我都说我要去看狐狸，就是这两尊。所以呢，办公室都说，因为我的目标就是狐狸嘛，所以就我都叫他狐狸。那李正能老师有给我出了一个难题，我想说也出给大家，请问这两只哪一只是公的？你要这个不用拿哈、哦，那个要跑出来。哎，剩下无可能你买团。啊，咱老百姓要凑茶，啊团啦，底下要凑茶，所以咱这山其实拢大部分拢凑了了，都光秃秃一片，不漂亮。都不要以为啊，以前很漂亮很浪漫，没有。如果你有机会去，比如说去大陆看，那整个矿场从挖到地下去看。整片都要光秃秃的，嗯，所以那个是生活环境是不太好的环境。那我们早期矿区就是这样子，都被挖掉，都是没有树木的。那现在大概树木长回，长土地公种回来，就样貌就会不一样。Thank you.
去避避年啦，无妨啊啦，哎呀，要去避避年哩。不要自我安慰是吧？那边刚好在开。对呀、啊。西瓜汁，西瓜汁。哎，西瓜汁啊，来走吧。西瓜汁打发头。是你哦。不知道我刚。谁的雨伞要拿？我知道。